2020年12月18号，兄弟们，吉林松原产虎小眼网3号网，简简单单来个小红网，看修理白虾、小胖头、鲤鱼，正在直播，兄弟们，太过瘾了！点关注，看直播，哎呀，太漂亮了这！二楼，兄弟们，你看水一会儿就自个涨起来了，水涨起来就鱼跟水一起出来了，哎呦，我觉得这鲫鱼太厚了啊！哎呦，我觉得这鲫鱼看我花鲢鲫鱼，这是纯正的野生鱼，看着纯正的野生鱼就是这看水的。